现在在太宰府，那接下来要进去太宰府来去做这样的参观咯。小山田茶室，那里面买了就是梅汁饼，那梅汁饼其实好像都是大家来天满宫一定要吃的，对，所以接下来品尝这样的一个梅汁饼。我现在在九州国立博物馆，那九州国立博物馆其实蛮精彩的，刚刚经过这样一个一个多小时的看展，它有一个长设展，就是谈到很多日本从过去从那个出土啊那个神文时期一直到中间的这样一个遣唐使时代，然后到了后面的锁国时代，到海外大航海时代等等，那其实做了很完整这样一个历史的交代，那非常值得去，然后也非常值得花时间在里面细细品尝日本历史的发展，推荐大家。